好，我们现在继续询答，请王玉明委员。谢谢主席啊，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我们驻日大使？请谢代表。谢大使，还有我们今天亚东关系协会是蔡秘书长。好，亚协蔡秘书长一起上台。谢大使你好哈，我想这个您驻日哦有一段时间了，大家对你的期许很高哦，因为您要去驻日之前哦，您也对外说这个您有能力会把这个跟日本的关系比以前做得更好嘛哈。那当我们希望说跟日本关系更好，我们应该是帮台湾谈到一些更有利的有利台湾的一些条件嘛，特别是现在我们跟日本最重要当然就是渔权的问题嘛哈。那我不晓得您到日本去之后有没有把冲之鸟礁的这个渔权问题的谈判列为是您很重要的工作。这个谈判基本上是由我们国家外交部委托亚东关系协会的，所以这件事情跟你无关。有关，我们就要我们因为应付日本的记者啦，国会议员的，所以你是做外围的，核心是亚东关系协会。对，应该是这样。你只是从旁嘛，哈。还有事务性的。还有就我们掌握那个基本价值跟原则，所以这次谈判没有成功，千错万错是亚东关系协会的错，不应该这样推诿了啊！这就是说，还是你们两个都有责任。我们也不能为说是没有成功，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平台，因为国人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没有谈到我们想要的，一事无成。但是我们那个渔业协定也是历经17年。因为那个谢代表，你知不知道？对不对，这个原本哦，七月就该谈了嘛，哈，还是海洋事务对话嘛，又延了3个月嘛。那原本就是说3个月，我们3个月前说我们准备不及嘛，哈，多出了3个月，到底你们多做了哪些工作？还是准备不及啊？那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当时7月底召开就好啦。因为你们今天整个上午的报告下来，真的是没有成果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有具体，最具体的就是说明年继续在台北开。那如果是这种结论，7月早就可以做这样的结论了。大家多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就是希望帮渔民可以谈出一个结果来嘛，不是吗？那这3个月你们都在做什么？这三个月不是应该积极跟日方沟通吗？而且很明确让他知道说我们要争取的，我们要帮渔民争取就是这件事嘛。既然大家关系那么好，那是不是给我们一点面子嘛？对不对？他怎么不给你面子呢？是不是我可以回答吗？可以。OK， 这3个月呢是有一直接触。那这个当然，因为我是代表啊，但是我们这个接触，其实我们台湾跟日本啊有很多管道啦，包括我们国安系统、外交的系统，所以就其他单位的人不够尽力就对了，是不是？我没有，因为是一个 team 嘛，你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个 team 嘛，不能只怪驻日代表处嘛。那其他的 team 如果没有发挥功能，也动不了嘛。我可以回答吗？可以。我自己不认为说是失败。我认为本来我们没有平台，后来建立了一个平台。本来要下结论说这个是，我们过去跟日方没有任何平台吗？我们过去连这个钓鱼台的事情都可以谈啦，我们还谈定了这一个协议，没有这个海洋事务合作的平台。第一个，这个平台是这一次才有，而且名字叫合作，表示说，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嘛。所以像这些都是点点滴滴。所以你说这个平台是您搭建起来的？不是我，是大家团队，大家也包括立委的监督下，大家全力以赴嘛。对外其实没有一个人多厉害的哈。好，谢代表，谢谢你的回答。谢谢。接下来我要请这个秘书长哦。刚刚其实谢代表的意思就是说，这次主谈是亚东关系协会啊，所以你们谈不出什么成果，是不是亚东关系协会自己要好好检讨？报告委员啊，我们是在努力的，但是呢，双方的差距呢是非常大的。一下子就要说双方能够妥协退让啊，不太可能的。这一件事情的发生，从今年上半年4月份一直到现在，超过半年的时间了。那马政府的时候，其实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冲突事件，其实把冲之鸟定义为冲之鸟礁，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就觉得它就是一个礁，不是个岛嘛。去主张什么200海里呢？这个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强力派了海巡署。我们的这个船舰去护渔，所以让渔民安心，
但是新政府上来之后，在这个部分采取的策略是说，这个叫做冲突啊，这个叫对抗啊，不可以啊，态度非常的软弱。这样软弱的结果，我们得到什么？在这一次谈判当中，我们又获得什么？在谈判桌上，大家讲求实力啊，政治实力啊，我们一再的退让，一再的委曲求全，请问得到了什么？报告委员，假如说凡事都能够用武力解决的话，不是武力，是展现我们的国力。对，秘书长收回这句话。对，展现我们的国力。展现我们的国力叫武力吗？如果说是派我们海巡署的舰艇去保护我们的渔民，这个叫做武力吗？对，这就是我们不是要创造冲突啊，这是我们的国力啊。对，如果说用这种方式就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是要捍卫我们渔民的权益啊。这，对，你否定这样的做法吗？我赞成，就是说展示我们的决心，这个可以的。但是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当然我要软硬兼施啊。当你这个部分都不敢做的时候，你只期待在谈判桌上大家好好谈。这一次你应该已经见识到了，日本愿意跟你谈吗？连谈都不想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我们展现出来的力量去跟他谈。那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说如果今天我们持续可以是比较强悍的，我们愿意去派我们海巡署，海巡署今天有没有来？持续去护渔，就在两百海里。我们之前还敢冲到两百海里进去，那个海巡署上来，你现在敢不敢？之前马政府的时候，他把这整个可以开到两百海里内，曾经开进去过。你现在敢不敢？你有没有开进去过？有，有，有。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在中正鸟海域就有一艘船。我们现在有一艘船，然后你派了什么样的？你有海巡署的舰艇在那边保护他吗？现在就一艘。巡护九号有在那边保护，但是我们要看我们渔船呢、啊，这分布的状况啊，那个点面呢、啊，我们要就在那附近在巡护啊。你们有持续在护渔吗？对，目前还有一艘。对，只有一艘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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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渔民敢进去到两百海里内吗？不敢吧？没有吧？就本席掌握到的资料，前一阵子这个东胜极号，就是之前在四月份被抓的这个渔船，他们还有再去到那个海域附近。两百海里连进都不敢进，因为他们看到的眼睛所见都是日本，都是日本他们的船在那边，吓都吓死了，所以他们退到很外面的地方，被逼到外面去捕鱼。各位知道吗？早上你的报告只报告一半哦。我们现在全国加起来大概有两百艘的渔船是在冲之鸟礁附近去作业的哦。这个地点分布包括高雄十艘、东港八十艘、琉球就有八十艘、苏澳三十艘，大概是两百艘。而你们早上的报告只报告一半，说上半年鬼头刀这个才是这个渔季，错了。还有每年的十一月到隔年一月，它是有这个尾鱼的，有大木尾跟黄鳍尾，有尾鱼在那边，也是他们的捕鱼季。所以你们早上我有听到是这个蔡秘书长他说，不是你，那是谁说？农委会、啊、还是谁说？就是说你们因为明年才谈，因为现在不是渔季，你们连这个基本的资料都没有掌握得很清楚。你们真的有跟渔会好好谈吗？蔡秘书长，你说你出发前有去跟渔会谈，这些都是渔会提供的资料啊。报告，就是他们在附近作业的资料。报告委员，这不是我讲的，这个是我们渔业署的长官做的报告。我没有去跟渔会沟通，那不是我的责任。不是你是不是？所以是，那就是渔业署沟通。副署长，渔业署今天谁来？副署长。那就是你的沟通完全没有彻底嘛？副署长，你知道我刚刚提供的资料，你知道吗？你有掌握到我们现在有大概有两百艘渔船每年下面做？当然知道。那所以我们所有那它的渔季呢？它主要的渔季呢？主要一季是在失业，次要一季是它整年都有零零星星的多少？每天我们都有看 VMS。所以附近的船多少艘，我们心里很清楚。你心里很清楚，对，当然，因为我们依照我们的规定。所以你上午的报告只报告一半呢、啊？船，你说只有上半年有去那边捕鱼啊？我刚才讲说，所以你现在讲的就是六到十月也有嘛，十一月到一月也都有嘛？是要那个有的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知道渔民现在诉求是什么？你作为渔业署副署长，你知道现在渔民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你讲。那当然，移民是希望能出进去作业。如果一季来的时候，到哪里作业？那当然是他希望也能有机会到冲之鸟的水域去作业。对，哪里的水的几百海里的水域？那是当然是在两百海里附近的水域。
因为他主要是看鱼群呐、啊，不要讲说渔民想要在哪里，因为这个疫情出现的地方，我们渔民都想去，只是有些地方该去，有些地方不该去而已。现在渔民最大的抱怨就是，我们政府并没有强力护渔，所以他们根本不敢到那个海域去，因为今年才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人被抓，还被羞辱，还被罚钱。到目前为止，日本不肯道歉，我们被他扣去的这些钱，他也不肯归还。他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是一个国家在看待嘛，是不是殖民地的心态嘛？两个，一个跟你报告，第一个用互疑不是解决方法，谈判才是解决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双管齐下，当你这边你不展现你自己国家政府一个强力互疑的态度的时候，反正他就把你赶走，就是他跟你谈什么谈？其实他完全不需要跟你谈判，你懂吗？就日本来讲。因为你们现在政府很软弱啊，现在中华民国政府很软弱啊，冲之鸟叫都不敢讲，附和他们就说冲之鸟，不敢去定位它就是一个礁。如果是为什么所有官方文书要再改回来？你自己先退让嘛，在你退让的情况底下，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是在国际谈判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嘛，你要双管齐下，你光要用这么软的方式去谈，谈不出结果，明年一样谈不出结果。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把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的亚东关系协会、我们的农委会、海巡署，通通都要硬起来，捍卫我们渔民该有的权益。谢谢。啊，我们现在请陈欧珀，陈欧珀委员不在，请管碧玲。管碧玲委员不在，请赵天麟。赵天麟委员不在，请黄昭顺。黄昭顺委员不在，请徐正卫委员。主席好，麻烦请雅贤秘书长好吗？请蔡秘书长。秘书长，请问您在雅协大概多久了？报告委员，我是外交部的同仁，我进步已经有37年了。那来了外国和里面这样调来调去呢，在雅协服务是有两段，一段是在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也是做这个亚东关系协会的秘书长。那么这一次呢，一月从外面调回来，又承蒙部长不弃呢，又叫我做这个秘书长的职务。所以您对台湾和日本其实是很了解的，对不对？我应该是有一点点认识，所以非常了解。当我们的国家跟日本来谈判的时候，您是代表中华民国，是吧？当然是。是。好，那这样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确认。因为其实在刚才我们王委员提的，当时我们三四月在对冲之鸟礁或者是我们核岛这个核福岛核灾食品的时候，那时候是全民运动啊，是不是全民运动，而且民气可用的时候，那时候是最适宜来谈我们的渔权，以及最适宜来谈我们核岛福的我们这个福灾食品是不能进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在内政委员会的时候，我们亚东关系协会说，现在这个时间还不够，所以要延后来谈判，所以到现在是11月来谈判，这整整三个多月，我们也等待了三个多月。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外交人员都可以捍卫我们自己中华民国的尊严。这是一个尊严啊，报告委员，我们也希望一次呢就能够有到位啊，就能够有结果。但是事实上呢双方的差距很远啊。其实在这里，我们这个题目定着这个会议的过程哈，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过程成果。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在三个月当中就应该要做了，而不是谈判当天才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谈判当天其实都已经决议好了，应该是这样，事前的工作都做了，但是不晓得这三个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包括这三个月的时间之内呢，我们内部呢也在沟通，也在准备议题。因为这一次的海洋事务合作对话第一次会议呢，除了渔业问题之外呢，我们有这个海上其实这个议题我们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同时来进行。但是其实大家国人最重要的瞩目的焦点，也就在食品的进口，还有渔权的部分。今天本席来自花莲。好，这是东北角，所以冲之鸟礁在我们台湾的东北角，所以这个部分在我们宜兰花莲，这个我们的渔民通通都到那边去捕鱼了。所以那时候在内政委员会，叶部长也说这个冲之鸟就是一个礁，但是隔一天媒体的踏伐，他又说回来了，又不敢说了。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的立场是要非常坚定的。你如果在每次的做对谈当中，每一次的联系当中都坚持它就是一个礁，报告那就好了。你完全不敢讲，而且完全在模糊的空间。日本人都很确立的，他就想这是岛啊，所以他拥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那我们海巡署就不断的在捍卫，在捍卫，捍卫，我在保护我们的渔民啊。对，报告委员，我们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就是公海，总统也一再强调，他身为总统最关心的就是渔民的这个权益。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目的也就是要为渔民争权益。可是现在没有结果啊！你现在是打脸这个小英主席吗？还是打脸小英总统？不是，第一次没有结果是没有错，但是呢？因为双方的距离太远了，所以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还要再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啊。双方的距离太远，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确立的立场，不对，我们自己没有把自己的立场确立住，不对，所以让人家扔头轻滚。不对，我们都坚持那个地方是公海，这一点呢是双方会议没有办法。既然是公海，那为什么他会坚持他还是冲之鸟岛呢？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立场，他有他的立场，这就是双方谈不成的一个症结所在。好，谢谢，谢谢。我们请我们的谢大使好了，请谢代表。好，委员好。大使啊，这个您在日本啊几个月了？快五个月了，快五个月了、哦嗯嗯、民间的社团啊，民间日本民间以及官方，您大概都非常的熟悉了吧？不敢说完全熟悉了哈，但是因为太多了、嗯，但是主要的应该是有熟悉。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大使您的工作也是在做很多的这个对谈之前的工作，对不对？联系的工作窗口是不是这样？这个委员讲的都对了，但我自己的个人的时间分配了，还是对外要至少要51%我的时间，51%在处理对外工作啊，侨界啦，还有我们台湾委员啦，这个这一些问题大概是另外49%。是，那安尼讲了哈，你做阿公啊未？我做啊。你做阿公啊哈？多谢。你去市场买物件的时，你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哦，这个有乙二烯酸啊，这唔好，这阮阿孙的唔好食。这有这个黄色色素5号，这个不要对我孩子，哦，我们阿孙的这个身体有害，所以你都会避免买它，对不对？是不是安呢？对，我们都会看标示，是会看标示嘛？因为我们是做阿公，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家人饮食很健康，也很安全。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的福岛这个核灾的食品，像这个部分。我们在对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跟他们讲，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国人健康啊！而且您是在第一道啊，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的外交官嘛？您既然我们自己都要把我们这个有害的物质进口到台湾了，那您这个外交官做的有够尊严吗？没有尊严嘛？这个、我们的渔权也被人家拿走了，也没有什么渔权可论了。所以你在那里，你人缘好不？你可以让我回答吗？啊、请说。好，这个日本在超商，像我在我住家的超商，
他都有卖，比方胡岛的青菜，都有。我们只说有害的食品进到台湾。如果您是一个 外交官，您就是驻日的外交官。现在日本的核灾食品要进到台湾，如果今天进口了，那您觉得你的外交官做的有尊严吗？ 你代表中华民国外交官做的有尊严吗？你让我来解释。我们的渔民的权益都被践踏了，您驻日的大使做的有尊严吗？其实 我们的李部长做的有尊严吗？委员讲的很多误会，其实日本的福岛的农产品都在卖嘛，而且标示福岛本国产啊。哦、我有拍很多照片了、啊。我们的要求就是双证嘛，对不对？什么什么收证？我们要求就是双证，他们的人民就信赖他们的政府嘛，还有辐射嘛，任务这政府准许排在超商的，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买了哦，但是呢，我们也在吃，当然也有人。我们现在原来在卫福部，我们原来进口食品对日本的部分有双证，产地证明、辐射证明，现在要变成高风险，所以这个高风险的 range 就很大，而且你已经完全放宽了，所以这才是各个委员会大家都非常非常反对日本的核灾食品能进口的原因。这也是为国人的健康把关，我们政府本来就应该做的。这一点没有问题嘛，而且也牵涉我们自己的健康，每一个人都会关心的。问题是说，到底是多久啊？根据什么标准说这个地区的东西不能够出国？我们要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根据跟日本来谈判。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你这个曾经核灾啊，所以不行，那他们说台湾也有黑心油，你的东西也永远不行，那这样子不是国际的惯例啊？就给我们像我在驻日，给我一个根据，说几月几日我们查出来你们有不合格的。大使啊，如果您真的是哦代表中华民国驻日的大使，真的就要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来为我们的国人讲话。有啊，因为您是总统的代言人。对啊，是不是就这样在做 啊、哦、做啊。所以总统不会让核灾食品进来，对不对？ 我们不会让有核灾的东西、有辐射的东西进来了，而不是说总统必须要捍卫国人所有世世代代的健康，不要让核灾食品有辐射的东西让它一直延续在身体里面，然后代代相传。委员关心，大家也都关心，我们自己也都关心。我们每一年有400万的台湾去日本的旅客，谢谢啊，我们也要关心。大使啊，对对，做个有尊严的外交官，啊，谢谢。这个是我们有共识的地方，谢谢。请孔文吉委员。主席，可不可以请，我们驻日大使好不好？请谢代表。是代表吗？哈，谢代表还是谢大使？啊？我们对内称大使，但对外是以代表名义为主。对，上一次你在立法院，我是称你为院长了。你当时当过行政院院长的。哦，已经遥远的事了。对啊，那个时候我。谢谢你还记得。我刚上任。好，这个，感谢。我觉得这个，大使您这样驻日哈，当然这个各方面啊，这个德高望重了啊，能够出使日本。那因为你当过行政院的院长啊，啊，现在你在这个我们的小委员会啊，可以说是比较屈就一点了。以前都是在议场那边质询的时候，啊，在大的议场。哦，这样那个我是有两点意见的哈。一个就是日本跟台湾的这种外交关系哈，那个一个是冲之鸟交的主权，我总觉得就是520之后啊，特别是你驻日之后，我们有很多冲之鸟交这个主权的这个问题啊，到现在呢，你们说这个是要等到这个国外交的一个仲裁一个判决嘛啊，我们到现在不敢称说冲之鸟交啊是一个岛。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主权的让步，啊，看得好像很明显，啊，那然后呢，最近又谈到这个福岛这个产品，啊，前日报纸是说二阶段进口，啊，那我想请教一下，大使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退让啊、让步啊，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暗盘交易这样？这我所知道是没有哈、哦。那这个我大使也没有那么大了哈、哦，说我要去跟日本谈，因为日本也不承认我们国家嘛。嗯、所以基本上我们跟日本的这个没有邦交的国家，我们是透过外交部委托亚东关系协会去谈的、嗯。那我因为是。我的名字也是挂在亚东关系协会了、嗯，我这个头衔对外是很长的、嗯，念起来可能大家都记不得这样哈。嗯，这个时间哈，因为我们最近这个五二零之后啊，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哈，我们的执政党啊，推动的很多都是像什么一例一休了，哦，这个引起很多的争议，到现在党团老团都还在旁边抗议，哦，到现在还在抗议，嗯、很多这种过去啊。民进党不敢推的政策，你们当了执政党之后，啊，就推出来，特别是这个辅导产品这个，啊，这个知识体大，想当上一届的时候，为了这个美牛进口，民进党的所有的党员、立法委员，住了一个礼拜在议场啊，今天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你说一个是辅导的这个产品，啊。我们现在国民党现在我们还在说要怎么样抵制，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辅导产品这个进口这个部分呐、啊，你说要有科学的数据，大使你觉得这个有它的科学的数据保证是安全的吗？哎，谢谢孔委员。那刚才问到这个民进党的这些问题，因为我已经不认党主席很久了，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回答。但第二个冲刺鸟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渔民被抓是不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了？坦白讲，就是说我们要尝试新的做法。以前我们也是打得很泥嘛，他是被抓嘛，啊，所以被抓以后我们有展示实力，其实那个是对的。那展现实力以后就是要谈判。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谈判这个阶段。没有那个大使，我刚才问题是说哈，那个辅导的产品，你是不是可以用什么科学的数据来保证说它要进口它是安全的？科学的数据的意思是说，我们进了五年，到底我们有多少数据，或是我们查出有哪几件，说一件也好，拿出来说，我查出一件啊，一件也不应该冒险啊，嗯、我们来跟他谈判。但是我们现在讲的98%，就是0.02%那个数据啊，那个是日本给我们的，所以日本是不会拿说他不合格的数据给我们嘛。所以日本那个数据是在讲说他们是多么严谨，在还没有流入市面以前，他们就做了过滤。本来是他们为他们在讲话，不是我们现在拿那个数据说，哦、啊，所有0.02%，所以都不行。那个这东西我认为不对。那科学的数据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农产品，他们不让我们台湾去的啦，所以他们也要拿，我们也要要求他拿出数据啊、嗯。他说这个有果蝇，那个有什么也是要有数据嘛。美牛当初啊，民进党是强力反弹，在议场啊住了快一个礼拜了，是后来是什么解套的呢？那个 Codex 那个出来，就是不超过这个十啊，这个那个数值了。那出来之后，大家那是那个科学的数据，让美牛的这个当时这么大的反弹能够来解套的，哦，那是因为经过那个 Codex 一个法那个指出来之后啊，大家都能接受，嗯，啊，所以才退场的，对，是这样的，所以我说科学的数据你要保证啊，啊，要保证说这个辅导产品啊，将来你要到台湾，你说分两阶段进口。你要有一个科学的数据啊，哦，这样的话，嗯，我现在听懂，我现在听懂委员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以这个委员这样讲来讲，像我们的那个碰柑来讲，碰柑本来他不让我们进口，进到日本，嗯，但现在我们拿出科学证据说，哎，我们这个碰柑在台湾的检验程序，这个是很科学的，那他们现在派人来看，他现在同意说，哎，我们这个检查。是他们可以同意的，所以就有可能现在要开放，哦，就是这个也是一种科学，就是，要有科学客观的数据，所以应该是说我们可以信赖他的一个检查机构，或是我们可以派人去的一个机构，或是我们自己给检查机构，哦，那
总是要有一个根据啦。对，你这样讲的，我完全赞成。这委员不愧为资深的委员，真的是。好，那个谢谢大使啊。接下来我是不是可以请一下这个外交部长？请李部长。这个孔委员好，你好，这个部长，你可不可以来稍微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呢、啊？我还是这个来稍微分析一下哈，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对这个美日还有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不管是政治跟经济方面。我想这样子啊，这个川普在这个川普在做候选人期间呢、啊。在很多竞选的场合有谈到跟日本的关系，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啊，但是呢，我是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一篇专门的外交的演说，谈到如何处理对日跟对中国大陆的关系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啊，就单凭几句话来判断啊，恐怕还言之过早，因为一个政策说老实话，除了他这个。当元首的他的个人意志之外，还有他一个整个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看到了许多这个情报分析以后啊，他个人会不会有改变他原来的一些判断？这种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我们现在也很难去这个摸索，就是说去推测啊，他将来对台的关系跟对中国大陆的关系啊，但是现在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走一个保护主义跟孤立主义吧？对啊，那所以我们那个他也强调，他也讲过，他说他反对 TPP 嘛，是啊，反对 TPP 啊，他觉得推动那个没什么用啊。嗯嗯。那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要推动新南向政策，推动这个 TPP 啊，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不是要修正呢？那还有甚至于他的美猪的进口，我们是不是有谈判的一个筹码或空间？我想关于这个 TPP 呢，它当然这个按照现在情势发展，我们内部的这个策略呢，我认为是应该要调整。当然，这个策略调整呢，是我要向总统报告，总统同意才能够调整啊。那我想这是这个猪牛的问题啊，我想是比较边缘的问题。这种问题啊，大概等到他任命团队啊，甚至于次级团队的人呢、啊，他们才会考虑到这种问题。我相信总统当选人本人大概他根本你问他还得，因为现在美猪几乎是我们要进到 TPP 的一个入场券呐、啊。那现在 TPP 不是那么重要，川普也反对 TPP 这概念。那我们的美猪是不是还要再进口进来呢？就我说了，我说现在到了这个猪啊的问题啊，恐怕还有一段距离了。现在恐怕先要搞清楚他这些国安团队的重要成员、跟次级的成员、跟再次一级的成员。以我的经验，像这种东西啊，因为在美国，大概助理国务卿、助理国防部长都需要参议院的同意，通常到这个时候都五六月的时候了。你现在我们才十一月嘛，部长，你预测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会比以前更好还是？这个也是很难说，因为只是我们看到川普讲过几句话，那等他实际上了位置，看了情报资料，他的判断会不会一样，我都不敢随便说，对不对？会更好吗？这很难讲，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他现在只是一个当选人，过去他只是候选人。等他当选以后，中央情报局每天会给他做这个情报报告，每一天全世界发生的这个情报。我想过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看法会不会有变化，我也不敢讲，可能会变，也可能不会变，对不对？这都言之过早。好，好，对，好，好，谢谢。好，谢谢。请吕顺林委员。谢谢主席，有请李部长。请李部长。刘委员好。
部长午安。那个我们今天很多委员都在关心我们美国大选新上任的川普总统。对。那我想这个结果呢，对于我们国际情势，还有东南亚、东亚，还有我们台湾的外交政策，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对。那我想回到我们台湾的这个角度呢，我认为说，不管我们外在的局势怎么样的变化，来强化我们自己的实力，才是未来面对这个变化的根本。是的，所以我想要就这个新南向政策的问题来就教，继续来就教部长。是。那在之前质询的过程中，我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我们外交领事人员特考的这个是否开设东南亚语组的这个问题。是。那部长之前在答询的当中呢，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把同仁送出去到当地来做一个语言训练。对的。那部长之前其实也有担心到说，如果开设这样子的组别，未来是只能这个派驻单一个国家。那我想部长的这个考量呢，也是为了我们同仁的一个考量，出路的考量，做一个这样子设想啦。那但是我认为说，这样的做法呢，是可能只能来做应付这个短期的需要，但是对于我们这个长期新南要发展这个新南向的政策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是。那前几天其实媒体也有报道说，有位大学教授他就说了，我们目前外交部没有考选这个东南亚语言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那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政大外语学院的前任院长张尚冠先生其实也同样的指出说，我们台湾长期以来都漠视了语种的均衡发展，那导致说我们在跟东南亚国家谈判的时候，没有精通对方的语言的外交还有经贸人才，那反而是对方的代表可以用这样子中文的方式来跟我们做沟通对话，那在谈判的当中呢，就会居于弱势。那我想这个驻外人员要到当地去做语言训练，当然是可以应付我们这个沟通的需求，但是如果碰到专业的谈判的时候呢，我认为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精通对方语言的外交人才，然后就即便是我们如果双方用这个英语沟通的话，我认为说还是有很多细节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胜任的。那而且就是说单派驻，就像部长之前关心的说，如果只会讲单一语言的话，只能派驻到单一的国家的这样的状况，其实日语和韩语还有俄语其实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那我想这个理由其实没有办法有太具说服力。那所以说我想就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部长再做一个说明。是，我想这个李委员的指教这个非常的有道理啊，语言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工具啊。对。也向您报告是目前呢，就是我们考进来的这个同仁中间有14位派在东南亚国家学当地的语言，他们在那边是读一个整年。另外呢，我们现在也要求这些驻处啊，要求他们的同仁呢、也学当地的语言，外交部会给他们补助这个老师的这个学费，现在有55个人在学当地的语言，而且我也交代这个把这个当地同仁学当地语言呢、列为他这个管处的这个整体绩效评估的指标之一啊。那目前我最近去了一个国家，我就发现有的同仁这个当地语言学得非常好，在他到之前他完全不懂，在他任内的5年多能够学的语言能够当我的传译。那我问当地人，我说他的翻译的分数多少分，他说大概80-90分。所以讲老实话，我听了实在很欣慰。也有一些过去我在美国带的同仁，他也到那个国家才2年，我看他基本的沟通也没有问题，我也很高兴。所以我回来特别交代，一定要把这个当成这个关键指标之一啊。那我们也特别查了一下，全世界的国家中间啊，唯一有在考东南亚语组的只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就是日本，而且日本就是说有考越南文、泰文、这个马来文，但是好像他们考了也不见得让派到那边去，你知道，其他所有的国家我们都没有查到有人考这个语言。那我想这个目前的做法、啊，我们的
因为当然您刚才讲说是日语、俄语啊，因为日语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日本有六个处，除了东京之外还有五个处。那日本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强势语言了。对。那俄语的话，除了俄国之外，还有一些以前俄语系的国家也还是可以外放。对。所以跟这个，我今天比如说考一个某一个东南亚语啊，将来可能还将来一辈子只能去那一个国家。我想这个恐怕对这个同仁也未必公平了，除非他其他的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都也可以。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立场上面，就是说我们要鼓励我们外交人员不仅是学我们东南亚语言之外呢，他毕竟还是要具备就是英文，这完全同意，基本的，那他还可以再去学另外的语言。对 对, 对，那像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像法国代表季代表，他其实他就会说了四种语言，是他会说法文、日文、中文，他还会说越南文。对对对，所以对于一个外交人员的发展性来说，我觉得你语言会越多，你的发展性越强，你越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外交部分能够做更大的努力。那其实我在我们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的这个预算书里面其实有看到说，负责外交人员的训练呢，里面有说明到说，105年度办理这个强化本部外派人员学习当地语言里面呢，就有开设了与越南语和印尼马来语这两种班别。是的。那总共有12人来做参加，每个人学习的时数是16个小时。所以我想请问部长，就这个部分，你认为说就16个小时的语言训练是否足够？我想请洪院长来答这个问题好了。好，16小时当然就是说你要能够谈判是不够的了。对，但是做基本的沟通，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简单的东西大概马马虎虎了，是不是这样子？是。报告委员，我们外交学院呢，平常其实就有开设一些东南亚语言的专班，譬如说我们新要外派的同仁呢，我们就会特别帮他们开了一些东南亚语言的各个课程哦，就像我们部长刚刚提到了，就是包括这个泰语、越南、印尼语哦等等。对，那么每一梯次也都有进行的，差不多2个礼拜，所以每年有2个梯次。那么在职训练也是有的。那最近为了配合新南向政策呢，我们也特别加强了这一部分。那你们加强的部分进度如何呢？只说这个课程呢，其实我们不是成效如何？成效如何？譬如说这个，其实原来我们一直就有开这种专班，而且不只是县外交部的同仁，是行政院各部会所属的人员都有参加，所以我想成效应该是不错的。好，那我希望你在这部分提供资讯给我。是的，好，谢谢。部长。我想呢，我们这个在新南向政策这个人才的培养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好，一定。所以我希望说，部长你是不是能够责成就这个考选外交人员东南亚语言组，还有这个未来我们中长程这个人才的培训，在年底之前来提供一个书面报告给我们。好，我想我们请我们的人事单位啊做一个规划，然后给您做个报告。好，啊、再请相关同仁来给我做一个说明。哎，好，一定。好，那谢谢部长。好，谢谢。谢谢。再来我想有请谢大使。请谢大使。好，刘委员好。大使午安。午安。我想今天是我们谢大使第一次来到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来做备询。那首先要非常感谢您在这个外交方面为我们国家的努力。那我想蔡总统托付您这样的重责大任，就是要来借重我们谢大使在各方面的经验还有长才，那尤其是在政界民间的这个深厚的人脉，那对于我们台日两国之间友谊的深化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请教谢大使几个问题。那在今年的8月呢，我们立法院组了一个参访团，是由我们苏嘉全院长来做带队，然后前往日本做进行交流。那其实我也是其中的团员之一。那我们在当时看到说，日本在他们正在为了2020年这个东京奥运做一个积极的准备。那我们台湾在明年就是2017年也要举办这样四大运。那我想关心体育其实是无国界的。那体育呢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那我想谢大使之前也
对于体操也非常的努力来做练习，然后也是我们体操选手出身的，所以我想请教谢大使的是，就你的观察，我们日本呢现阶段是怎么样来准备这个2020年的东京奥运？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台湾在日本筹备东京奥运以及未来来举办奥运期间，我们台湾的有哪些部分能够提供日本做协助，甚至是有一起合作机会的可能？对，日本现在是全国投入，他们不管是场地还有配合他们经济，譬如说奥运期间他们那个观光，现在2000万人要成长到，从现在到奥运要成长到4000万，哦，那个对他们 GDP 贡献是很大的。对啊，第二个他们的经济工业，比如说这个氢气车，哦，还有氢气的加氢站，他们要多少站，车子要多少，其实他们这个配套都很好。那观光配套要这么民宿的法律，还有就是说，这个免签证的啊，还有说这个行李怎么样免行李可以观光，他们都有配套，那整个都在做。那我们呢，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欧洲跟美国去参加日本奥运的，希望也来台湾哦，因为那个就国际地球来看只是转一下而已嘛，哦，啊，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的这些要展示的科学的方向，我们也来配合。啊，第三，我们去学到他们哦，很多这种，推销广告的方式。他们大概是看到人，就会推说2020，你到哪里去访问，他们都2020。对。那我们台北是明年也要四大运哦，啊，比较没有。那你看，我现在正好挂上一个，我这个是台北的。哦，我们大家比较不喜欢挂，但是挂了被人怀疑说有什么勾结啊，什么好处哈，或者说收在广告费，不是我们，其实我在日本，他们也会都会送我奥运的，对，我去拜访他们的大臣，他们一定会送你，所以他们这举国就目标清楚，那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习。是，所以对外观光这个推销，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大使。对，那对对对，所以外交部这边也要来。像日本这个方面也要做一个借镜学习。对，那我想部长一定会为这个方向来做努力。那我想这个我们从脉络历史脉络来看呢，我们和日本其实交流都是一直非常的密切的。那像刚刚徐志荣委员其实在质询当中也有提到说，他的父母是以前是受过这样日本的教育，那在家里的沟通其实也是使用日文。那日前呢，其实日本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还有我们亚协会长邱义仁先生其实也曾经在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里面也有强调说，我们台日之间具有这个深厚的互相信赖的关系，那我们彼此是重要的伙伴，那也期盼我们能够在双方在这个基础上面共同努力，来共创新时代的台日关系。那我想就这样的基础合作下面，我们和日本就一起在渔业合作上面，还有这个海上搜救合作上面，还有海洋科技合作上面的议题都有在进行讨论。那我也相信说，以谢大使的高度还有智慧，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还有在各项议题上面的讨论呢，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还有很好的结果，所以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大使的辛劳。对，我们就感谢李委员的关心，我们朝这样李委员指示的方向来这个努力、哦、但是我们以前其实包括国民党执政的时代留下来基础也都不错了，是、哦、这个是很长远的。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好的基础，然后让它制度化，可以留给我们的子孙。对，但是之间不表示没有问题啊。我们跟日本其实也有冲之鸟的问题，很多要去找。但是我们处理这个纠纷的方法，就是透过协商，透过不断的谈判，那不破坏整个大友好的这个大方向。因为毕竟这个是世界很少的例子，邻国可以维持这么好的关系，那我们珍惜它啊，留给我们下一代可以做世界的模范这样子。谢谢大使，谢谢。先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李大为我们的李部长有提出假单三点，他另有要工要先行离开哈，我这边是给他准假啊，所以到三点。那我现在请庄瑞雄委员。
主席，我邀请我们外交部李部长，请李部长。请我们谢长廷谢代表。谢代表。农委会啊，我们渔业署的副署长。农业署署长，副署长。渔业署。渔业署副署长。大哥，海巡署。海巡署副署长。部长。是。还有那个大使在这边呢、啊、其实这一次我看。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这样的一个会议啊，我早上这样听了一个结果啊，其实我感受到其实双方之间有进展啊，但是为什么会请我们海巡署跟这个渔业署上来，就是说本席的选区啊刚好那个地方渔民特别多，那所以说冲之鸟我刚也听到了很多的委员的质询，可是我听了我是吓了一大跳啊，有人去讲说、哦、那个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主权，这个从我们上个会期到现在在谈这个、啊、谈得很久，谈到主权我都很怕，我们在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在主张主权啊，那不是我们的东西啊，我们了不起是人说、啊、我们的渔民要来那里抓鱼，确保我们渔民在那个公海航行，或者说我们渔民在那边自由捕鱼的一个权利，讲这个要求政府去努力，我觉得这个方向都是对的，但是如果去谈到说要去捍卫我们的主权，那我这个会把我吓一跳，那不不是咱的东西，你咱的土地，咱国家的东西，敢说我们要捍卫啊，因为我看部长他、啊、可能和各位在谈的时候也没有听清楚，也都没有去针对这个部分去答复了、啊、我部长我这样讲对了、哦、完全正确哇，给他吸人了真的但是啊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的海巡署啊，副署长，你就要请你上来了，副署长。每次你们在对外都讲，我们的渔民在那边合法捕鱼的一个权利，我们要去捍卫啊。伊要说你马内讲嘛，对不对吼？啊，我遐渔民去了，你也去了，啊，就600万呢，一票去啊呢。我上次都讲说，我们政府是跟人家主张那个地方啊，可以去抓鱼的，然后呢？被日本给抓走了，那600万我都认为你渔业署跟海巡署你们要连带负担保赔偿的责任呢。你敢讲起不要紧的呀？所以从和平跟对话，我们真的是乐于见到了。所以外交部长在这里，驻日的大使在这里，渔业署跟我们海巡署都在这里。我要请教我们屏东或者说我们台湾的渔民，再到冲之鸟这个海域去。抓鱼的话，以各位来看有没有问题，或者要特别注意些什么，还要有没有附带条件？副署长，我们的渔民可以进去冲之鸟200海里抓鱼，可以啊。别去用你哦，你来你有结果，我再讲问一下哦，你来你要赔钱哦，没问题哦。副署长，渔业署副署长，有问题不？应该是这样讲，我们主张是公海可以作业。但是日本说它是经济水域，说有太阳执法，那因此我们告诉我们也可以去作业，可是你要提高警觉，因为毕竟那个地方现在是有争议的水域，这样比较是一个持平的讲法。哦，安尼我这我都听无啊咧，迄个海巡讲起我紧，咱有底下咧呼吁，是不是可以请教我们大使啊？我就是说，你觉得我屏东我们台湾的渔民到冲之鸟这个地方去啊，国内的各个部会的讲法有一点落差，站在外交的立场，你认为该怎么样来提醒我们的渔民？我们是主张那个200海里到12海里是公海，这是我们的主张。在这个我们的主张的前提下，我们会护渔，但是我们的船是有限，海洋是漫无边际，所以也可能有风险。护不到也有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渔民知道，这个才是一个负责的政府。好，安尼海巡跟龙那个渔业署两位首长请回了哈，我要来请教我们外交部部长啊。是部长，我们看川普啊，美国啊，对，然后大家问了一大堆，那川普当选的美国总统了嘛哈？对。可是呢，似乎整个国际的舆论。或整个金融市场里面并不买单的，大家是担心的。像国民股昨天的亚洲股市是大跌的，对，甚至于欧美都是一样的啊，对，很多币也都贬值了，股汇市都变动。
部长您领的薪水是用什么计价的？我们用台币啊。台币 啊大使你用什么计价？我用美金。哦，你是美，你领美金没有？我们外交人员这是制度是都是这样的，用美金。那川普当选总统，那你就第一个你就受害了，你的薪水就缩水了。这个个人利害关系事小，国家的利害大了。哦，讲起来是好像唱高调，但其实是只好这个心情的。是啦，安尼是无唔对啦哈。我想是短期现象啦。我一直在想说，有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不晓得各两位不晓得方不方便回答，就是说日本呢、啊，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啊，甚至他外界的解读是说，有没有可能川普那样的一个个性、哦、啊，以这个总统料，以女工，全世界各国全部都是占美我美国的便宜，啊，要你该要增加你自己的国防的，你就要增加国防，要求我驻军的，你要帮我负担一点军费。这个我在揣测日本人的心理啊，搞不好日本他舒服的很呢，搞不好他认为说你买来想用，我改来发展我自己的军备。那美国如果万一从亚洲这么地方撤出了，会不会再重新形成一个？亚洲日本变成一个霸权，这个不定列跨完，我可怜吗？部长，我想这个日本的专家是我们的谢大使啊。这个我对日本问题啊，我在他面前啊，我不敢随便讲话啊。你客气了，但是、啊、就是说美国的问题，我还敢讲啊。我是觉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啊，跟亚洲啊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经济啊，相对于其他的区域是最好的。所以说是川普不可能脱离亚洲，那是不是将来要这些国家付费呢？在选举的时候是这样讲，那到真正执政以后是不是会变，我也不敢讲，但是我认为啊，到时候他看到更多的资讯的话，他考虑的这个方向，他的广度深度啊，一定会不一样。那对台湾会有什么样影响？对台湾有什么影响？讲老实话啊，现在还一时还不是能够看得很清楚，因为他在整个选举的过程中，对于台湾问题恐怕只讲过一两次，我们不能够凭一两个句话来做一个评断啊。美国的新的美国新的总统刚当选一天呐、啊，哦，也还没就职了，要求了部长啊来对以后啊。台美之间、怎么样的一个重大影响，我看也有点强人所难，所以你请回，我来请教谢大使的，就是说，大使我因为剩短短的时间了、我的选区现剩半岛哦，遐、咱的政府吼、去共富裕足侪梅花鹿啊，嚯、啊，那些梅花鹿啊，现在变成当地啊一个很大的一个祸害，农产品假料料。车来有遐过了，拄到伊车去弄到鹿啊，有诶无很麻烦。可是我知道日本有个奈良。奈良那边那个公园呢、啊，似乎那边也有很多梅花鹿。我们讲大使，你有去奈良过无？我去过，已经很久的事情。安尼，这个给你拜托啦。这个因为啊，台湾这个问题，农委会无法度解决啦，垦管处国家公园没有无法度解决啦。拜托我们驻日代表处啊，去共参考一下日本的奈良的梅花鹿到底是安怎饲的，饲到会当吸遐尔那侪游客来，当地的民众啊，还不会反对啊。另外，本席最后就是说，希望啊，部长啊，你坐得使啊。我刚看到吕孙，我们的吕孙林委员在咨询谢大使的时候啊，你刚好去谈到说，哎、你要藏一个，我想讲你跟那个张立善委员同款的，伊要藏一个日头花，啊，你也挂一个日头花，你两个讲好的款的。啊，结果你跟我说那个是，你刚讲到那个是什么？四大运的、哦。四大运是。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在这边要建议我们外交部了。台北啊，这个四大运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事啊。虽然在台北举办啊，是不是各个外馆啊也会当去仿照？哎，无解决钱吗？哦哦，大使你嘛无你家一人挂，那讲你暗多，干那你一人挂尔？哦，你规个大使馆咧啊，分一个啊，大家拢在做外交嘛，啊，让国外啊哎都可以知道、啊、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外交部这边也可以做到啦，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外宾来，我们都有，我们有的都有送了、啊。那、啊、我们这个不是自己做的，是也是跟市政府啊、要的哈。啊，那材质是那是偌济啦？那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市政府做的。还没盖解钱啦，可以吧？我看我们国家我们在做外交啊，什么钱都在花啦，
那个台北市政我都不相信谢大使你那个挂的那一颗是金子金马走的，我都敢不相信啊，不是金子了，不是金子啊，都不是金子，一定没盖这钱的嘛、嗯、你日本几个馆、六个，六个馆、连东京、嗯、啊，连东京这样人啊，加加嘛才百多点而已吧、嗯、好不 好、啊、是不是我们请我们外交部李部长这个地方 啊，因为毕竟啊，台北市柯市长 啊，我们台北市在举办这一次的一个世大运啊，也必须要去向国际上做一个行销。那我们呢、啊，国家的任何的一个单位，尤其是外交部各个外馆啊，如果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个帮忙的话，对台北市举办这样的一个国际型的一个活动啊，其实啊，大家啊一起把它办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共同享受这样的一个荣誉啦。哦，好，谢谢张委员。请高金素梅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问一下哈，今天我们有对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的后果还有后续因应作为来做报告啊，为什么团长邱毅仁没有来呢？嗯，我们有邀请邱毅仁团长啊，对啊、但是他也没有给我假单，就没有来了啊、现在是派蔡执行长来列席。那主席，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是半官方，要尊重我们委员会，就应该要出席。我必须要必须跟说明一下哈，今天亚东关系协会邱毅仁会长哈，我还记得当时以前不是他。但是呢，由于台日双方都希望提高参与层级，所以我们才改由邱毅仁领军的嘛，对吗？主席，是他原来是顾问的。把我时间关起来一下，我还没有。好，先暂停哈、哦。他重新好不好？邱毅仁本来就是亚协的顾问而已。那为了那个亚协的秘书长说是要把升高等级，所以请邱毅仁做团长。对啊，既然是团长的话，是代表我们出去谈论的，为什么他今天不来呢？我觉得非常的遗憾，也非常的不解。我想呢，台日对话会议我方代表，既然团长是邱毅仁，那么应该这么讲吧，大家不要忘记，他也是蔡英文选总统时候赴日访问的策划人。那么蔡英文他到日方去，是不是有一些没有公开的黑箱来谈？我觉得都必须来这边谈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人物竟然可以拒绝立法院里面的民意监督哦。招委，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他的预算把他冻结起来，然后没有任何一件没有任何一个说明，然后就不来，然后呢就拒绝我们立法委员的立法院的监督，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不可靠。尤其呢，这个台日的会议对我们未来是多么的重要，不管是我们的渔民的权利，不管是我们食安的问题都很重要。他可以这样子拒绝来吗？让我们不可思议啊，主席。谢谢高金委员。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每个委员都可以有提案，好，我们再来处理。好，那现在你要请哪一位？好。那既然主席有这样说了哈，那我必须要再说一下，其实2300万的人，我们的台湾的这个人民啊，都非常怀念他那个一抹神秘的微笑，所以我们很希望他来这边啊。那我也会代表亲民党团，如果他再不来的话，我们就冻结或者是删掉你们亚东关系协会的预算哈。谢谢，我现在开始质询。谢谢主席，有请部长，请李部长。部长，政党轮替了以后呢，本席完全可以理解执政党的恋日情结，台日关系会更密切，这也是大家可以预料的。但是密切的关系到底是对台湾好还是坏，我想我们必须冷静的解释，并且非常理性的打算盘，是得还是失，是赚还是赔。那我们现在先来检视一下520之后台日关系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冲之鸟礁的公海，日本强扣我国渔船，并且勒索保释金台币170万。十月底的台日对话的会议，日方是拒绝谈判。第二个，南海仲裁，太平洋岛被降格为礁，台湾失去了在太平岛200里海经济海域。日本支持南海仲裁的结果，拒绝支持我们台湾的主张。第三个，台日的对话，我们签署了台日食品安全以及进出口合作的备忘录。台湾分两阶段，准备分两阶段来开放福岛五线的辐射食品的进口。部长，外交有进有退，
有得有失，请您告诉本席，还有2300万的人民，台日关系我们究竟得在哪里？520到现在，台日关系的三件事情，我们需要的两件事，被日方拒绝了，连谈都没得谈。我们不想要的高风险的辐射食品，我们竟然答应日方开放输入台湾，并且签下了备忘录。部长，这看起来是我们的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而且还是牺牲了2300万人民的食品安全去倒贴人家。我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台日友好的关系，倒是非常像什么殖民地跟母国的关系。本席真的百思不解哦，我们的执政团队，我们的外交部，我们要这么样的卑微的去跟日本对话，甚至不惜牺牲2300万人民的食安为代价，我们到底要换什么东西啊？部长，您可以说吗？我们换什么？我想日本呢、啊？你大概可能也没办法谈了，因为呢，那一抹神秘微笑对谈的那位邱毅人没有办法来到这边，那你也不是我们蔡总统的八人核心小组里面所谈的，我请你要小心哦。你还没讲之前，我先帮您说好了哈。本席终于看到了执政团队的说法。三天前，总统府的发言人说，如果全世界都开放了，只有我们台湾例外的话，贸易壁垒的风险谁来承担？讲白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怕日本告到 WTO 或者抵制了台日的贸易。说实在的，不让我们进口这个，我们台湾会害怕。这样子的说法好像有道理哦，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是经不起检验的。我们来看一下近八年来台日进出口贸易值，台日贸易的总额每年是600亿美元，大家听好，台湾每年入超约300亿美元，主席你也听清楚，3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每年向日本多买了300亿美元的东西。台日贸易，日本每年赚我们的钱，我们怎么可能如总统府说的，区区为了1000万美元的福岛食品会跟我们台湾打贸易战？非常的离谱，非常的荒谬。我们再来看一下近八年的两岸进出口的贸易值，两岸刚刚是台日，现在是两岸，我们每年约有1500亿，台湾出超约600多亿。600多亿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台湾赚了大陆的600多亿。这种赚大钱的两岸贸易，执政团队都敢承担所谓的衰退风险，把九二共识拆了，赔大钱的台日贸易哪里算什么风险啊？总统府的说法是糊弄台湾人民啊，简直不可思议。我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对日自我卑微矮化的执政团队，为什么现在连2300万人民的食品安全都敢牺牲？为什么？蔡英文到底对日本有了什么黑箱？我们一抹微笑的邱毅人到底去日本黑箱了什么东西？今天不来这边，拒绝立法院的监督，拒绝立法院的质询，有道理吗？好，部长可能也讲不清楚，我们的这个亚东协会的秘书长恐怕也讲不清楚，我们的谢代表恐怕也讲不清楚。那我来说好了，好不好？我又帮你们爬书了，又帮你们找了一些资料。目前流传政界的一个说法，部长你应该也听过了哈，国建国造，就在这个委员会我们听到了，国建国造的合作对象是谁呢？是日本的苍龙潜舰。应该不可能。不可能吗？应该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苍龙潜舰是4000公吨的，它的这个巡航范围非常的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讲，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东西，因为我们不需要跑那么远呢、啊，对不对？我想应该，应该不会是，所以你认为不会吧？我认为应该。那你我的外行人，那你觉得这个新闻是假的吗？我不认为这个是实际的一个说法。好，嗯、部长，您在这边说不实际，我们两个可以打赌，我们可以对赌，
我们也不希望。如果这证实是真的，我认为台湾人真是可怜、可悲又可叹。我还记得李登辉修宪，把教育的经费拿去买了战机。现在我们的蔡英文要牺牲2300万人民的食品安全去造潜舰，但愿但愿，本席的预言不会成真。我也很愿意在这边跟部长您打赌。我真的希望，我真的希望，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黑箱的话，赶快去阻止，不要让它发生。如果不是被本席我说中的话，您留在这个位置上，只有摸摸良心对待全台湾2300万人民的这个食安的问题，我们都要负责任，在场的大家都要负责任，包括我们的代表谢代表要负责任，部长你要负责任。如果我们要开放这些福岛食品进来，或者是另外四县市的食品回来，换的是这种东西的话，蔡英文必须要跟国人道歉。但是2300万人民的食品安全绝对不容许一丝一毫的任何一个黑箱的谈判。所以我在这边很遗憾，我们今天邱毅人没有办法来，因为他是代表我们这边的团长去做谈判的。如果这个东西是在他的脑袋里面，而并没有在今天的报告里面说出来，我们都在这边看2300万人民的食安，以及我在这边的监督，我相信，我相信很快这件事情就会出来。因为我无法理解，我无法理解我们的对日关系要卑微到这种程度。你们说我们对外贸易害怕人家这样，我刚刚拿出来了所有的数据，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日本人赚的比我们多啊，我们并没有赚日本人的钱啊，我们反而赚的是中国大陆的钱啊。我们蔡英文都可以不认九二共识，把这么多的钱抵挡在外面，这么力抗中国，而日本人赚了我们那么多钱，而我们还可以卑微到这种程度，还要进人家的服贸那个有辐射品的东西进来，然后我们要求他170万归还我们，我们要求他我们渔权。我不知道我们的台日关系在哪里，我不知道今天谢代表坐在这边还坐得住，还跟我们说您的关系跟日本最好，但是在所有的谈判里面，我们似乎都是节节败退，日本人并没有给我们任何一个友善的态度，甚至还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在这样子的关系状况之下，我们如何维系下去啊，部长？我给你一点时间，你来说明。你看到这样子的，你看到这样子的外交，日本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心情？你有什么样的心里面的话想跟2300万的人民说？我想日本啊，因为在地理上是我们一个近邻，而在历史跟文化的关系呢，跟台湾也有相当的渊源。而近年来呢，我虽然不是日本专家，但是我也的确感到双方关系啊有增温的一个情况。怎么增温呢？没有跟慰安妇道歉，还我祖灵，我们的原住民还放在靖国神社，什么样增温？这个历史上的创痛都还没有反省、道歉、赔偿，然后到现在我们的渔民的权利。然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关系友好了吗？当然，这些历史性的问题啊，外交上的，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部长，我们既然那么友好，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从日本那边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在日本，渔权没有渔权，的确在国际组织上啊，也是属于这个替我们讲话的。这个、他跟我们说帮我们说话了吗？还不承认我们是国家。刚刚代表在这边也说了，他们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部长，不要昧着良心，外交部硬起来，只有我们自己有骨气，人家才看得起我们，好不好？我希望我刚刚说的黑箱不会成真，如果有成真的话，今天在场的大家你们都要负责任。谢谢。是
现在接近三点了哈，所以部长另有要工，要先行离席啊。哎，他部长刚刚有请假，但我有宣布过了哈。那现在就由代理的我们的侯青山侯次长来代理我们的李部长。我们接下来请格拉斯委员。不好意思，我先念一下。江乃馨委员不在，请格拉斯委员。主席有请次长，请侯次长。委员好。次长，川普当选之后，可能我们的北美司还有外交部的同仁都有掌握到，从昨天到今天，不断的有人抗议在美国。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不断的批评 Trump 说他是 sexist， 是 racist， 性别主义者，然后种族主义者。不知道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这个当然他在选举的时候是有一些言论啊，会涉及刚刚委员提到的这几个这个主张了哈。那我相信他这个当了总统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做法了。他歧视有色人种，他歧视美国的原住民族。那么这个在过去这段时间，在这一些社群里面被非常多的讨论，包括从昨天到今天，那么有一些包括有色人种的这个团体或者是网友在脸书上是非常严肃的表达他们的恐惧之意。那这个是川普在美国造成的风波。不过我想请教的就是，我们的府或院方面呢，对于川普的当选是很讶异呢，还是一切都在掌握中？应该没有很讶异了。那这个事实上，我想早上部长也向委员说明过哈，这个我们对于那个美国的选举，我们是当然就是注关注，但是我们并不会说是一定要倾向哪一位候选人。所以这个是那个选民的决定了。嗯，其实我刚才本来是想要跟这个部长来分享，不过次长您对中美洲也是非常的了解，对美洲哈。那我们知道说您也是非常资深的外交官，那外交部过去我们了解在美国方面的经营，对共和党方面的官员跟国会议员其实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不知道外交部在这一次是如何评估共和党完全执政之后对台湾的影响。我再说一次，我的问题并不是川普，而是共和党完全执政之后对台湾跟民主党相较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委员应该也了解到，这个在过去我们跟美国的这个来往哈，事实上都是横平，持一个横平原则哈。那因为美国它也都是两党政治了，所以很多的政策，包括对外啦，还有跟我们国家的关系的这种政策，事实上都会有延续性。那当然这一次共和党这个大胜哈，它会变成这个完全执政。那如果根据我们过去交往的经验，好像是这个跟共和党比较这个容易沟通了哈。那现在在台面上的很多国会议员也好啊，或者是官员也好，这个属于共和党籍的，对我们都非常友好，包括像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Ed Royce， 或者是他的亚太小组主席那个Solomon， 他们呢对我们都非常友好，都支持我们相关的这个有我的提案。以我的了解哦，保守的共和党还有泛共和党很极右派的组织茶党 Tea Party。因为一贯以来他们就是持反共的立场，反共产党，所以共和党的国会议员的确其实是对中国比较小心，而对台湾是比较相对友善的。虽然说我个人对于共和党这种非常反左派反动，甚至包括川普本人很歧视原住民，歧视有色人种，这种极端右派保守的立场，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办法认同的。但是刚好因为反共
就是这一派政治立场、政治集团他的基本的信仰。所以我们看见了，包括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这个国会议员，几乎都是共和党的议员。那么在稍早，我们的部长也告诉委员们，的确现在建立制度化的经贸关系来作为发展的战略的基础，是目前包括外交部或经济部或者是我们整个国安单位非常重要的策略，我们都听见了，也可以认同，也可以了解。但整体来说，您认为说共和党或是保守主义的川普他上台，外交部的评论是不是讲白话一点，就是说其实对台湾也不见得是坏事？美国是一个那个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就经济力还是第一嘛哈。那我们跟美国交往其实是多面向的哈，所以那我们这个过去这么几十年来，其实在各方面都建立很好的关系啊，所以他的政党轮替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影响不是很大。那只是说现在因为共和党这个全面执政，那我们这个过去一些要案啊，应该都可以继续的顺利的推动，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当然是比较好的。不过从昨天到现在啊，因为有几篇相关的报道或是评论，那么在坊间一直的流传啊，所以现在有几个可能的担心，也想请次长还有就是说代表外交部一一的来分析。首先我们先来看啊，包括 Trump 他自己本人的政见，这是在他的政见里面他的原文哦，他直接讲说 TPP 他既然还没有成型，所以他一上台之后他马上就要退出。那么这是他自己个人的政见里面的原文。那么呢，今天的路透社马上就报道，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的党这个领袖，这个 McConnell 他就说，攸关十二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 TPP 今年肯定不会再拿出来表决，也就是说国会连讨论他的兴趣都没有，整个就冷冻就冷处理的。然后澳洲的媒体马上就宣告说 TTP 要死亡了。那么作为我们的外交部的代表，我们刚才也听到部长说，现在整个外交部面对 TTP 或是川普上台， TPP 的策略是要调整的。所以呢，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民众，原本 TPP 的策略是什么，台湾想要取得什么，现在川普上台，我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针对 TPP 调整的方向又是什么？好，谢谢委员指教哈。那 TPP 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我们在从去年他们通过，然后今年通过，然后这个开始在各国国会讨论以来啊，我们事实上自己也做这个经济上或贸易体制的一些改进措施了哈，包括检讨一些跟他这个有些地方不太符合的法规啊，像药事法啦，或者是这个邮政法啦等等。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事实上也是我们自己经济体制改变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了。那如果说美国或者说川普啊当选总统以后，真的要把它停掉或者撤退的话，那当然是一个新的情势了哈。不过我想我们国内对自己经贸体制的改变还是要继续做了哈。这个对未来的自由化，还有或者是参加其他的，其实还有其他的经济区域经济组织了，那应该是好事一桩了。另外有关川普要在亚洲撤军的争议，其实他的政见里面是没有讲，不过应该所有的风险跟争议是来自刚才上面的这一页《华盛顿邮报》里面，因为他讲了这一句话，所以就引来大家非常过度的解读。例如他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去付这个数千数百亿的美金来支援理论上比我们还要富有的国家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资料，这是美军目前在北太平洋地区的部署。那媒体当然就吵得沸沸扬扬，就说如果一旦这个准美国总统川普还真的在亚太地区撤军，我们台湾会毫无澳元，而且中国就要打过来了。不知道这个次长您对这样的舆论或是民众的担心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了哈。那事实上我们自己在我不是国防专家，可是我感觉到我们自己在国防方面也有我们自己的实力了。那当然这个像我们跟邻近国家其实最近几年来关系也都很和睦哦，应该也还不至于说会有发生战事了哈。那至于美国他们会怎样做，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评论的了，应该是媒体的操作了。
好，其实现在台湾的处境哦是很艰难的。如果说连联合国都放弃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生存的。但在这边哦，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世界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哦，这个位置哦换了角色，一个是刚刚当选的川普，他可能近期之内就要当美国总统；另外一位就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哦，其实也换人了。2007年呢、哦，接任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其实大家可能也都很清楚，自从他上台之后，台湾的处境更加的艰难，因为他的立场非常清楚，联合国认同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这句话讲的，2008年他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省，所以台湾的护照是不被联合国承认的。也因为这样，2007年之后，即便我们忍耐不以官衔的名义进入联合国，不管是采访或者是参加会议，包括我自己就被拒绝很多次。2007年之前，只要我们不用官衔，我们拿台湾护照还是可以进去联合国。可是2007年之后，拿台湾护照就是再也进不去联合国。所以潘基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呢，潘基文也下台了。我们在2007年，等于说明年1月1号就会换到右边这一位葡萄牙裔的。我如果没记错，他是葡萄牙裔的这一位 Antonio。这一位新的秘书长，我们现在很难在公开的他有过的发言看到他对中国跟台湾的角色。但我要请教外交部的，就是针对联合国的秘书长换人，对我们来说，如果川普是另外一种可能的契机，可是联合国秘书长换人，潘基文下台了，那新的联合国秘书长有没有可能是台湾争取在国际舞台上曝光，甚至多增加参与联合国活动的另外一个契机？外交部针对这位秘书长有没有任何的投资或是进行协调？这个沟通，联合国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了哈。那他的秘书长其实权力也没那么大哈，就是那他当然是主持会议啊等等，还有一般事务。可是这个其实会影响像我们这个护照进不进去啊。事实上是他的这个幕僚单位了哈，那当然换一个秘书长也不见得这个情势会突然改变啊。那当然我们在联合国的这个地位问题啊，是1971年到现在都一直是很艰难哈。那当然我们会继续努力哈。那这个美国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帮助我们哈。那当然川普当上总统应该。这个我刚刚提到两党政治啊，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应该还是可以在某些地方可以帮助我们。好，最后几分，这个十秒钟哈，因为我刚才有听见部长这样讲，部长说哈，川普只不过是一夜之间从候选人变成当选人，所以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团队的意见，有可能团队上来之后会给他一些不同的这个建议，他可能这个会有不同的这个想法，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评估。不过关于这样的说法，我个人不太认同，包括刚才这个次长您刚说对于这个秘书长明年1月1号就要换人的这个说法，如果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说我们等到他上台之后，他的策略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评估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从昨天到今天所有的媒体评论，包括早上在我之前所有的立法委员在这边的质询或电视上的名嘴的讨论，都变成一种笑话，好像说我们只是在捕风捉影。那么我个人认为，政治人物或是政务官哦，考验各位的就是你的远见，还有预测可能的危机，还有危机处理的能力。所以我认为说在这边回答委员，不要说哎，我们再来看看。好，那这个当然是我刚对从今天上午到目前为止的整体的评论，不是针对次长您个人。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请张立善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我想部长刚刚已经离开了哈，那现在是侯次长嘛哈，那还有我们驻日代表，请侯次长、谢代表，好，请两位哈。好，好，我想我先跟大使先哈。
我想我是第六届的立法委员，然后那我还是要感谢当时的行政院长哦，就是我们今天的驻日代表哦，我们的谢大使哦。那我想在我担任第六届立委的时候呢，我对于我们的谢院长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感谢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云林县的农民呢，我想我们种植啊水稻很多了哈。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啊，当时整个全国都缺。这个缺肥哦，你在第一时间里面哈，及时的哈，非常有效率，而且决策非常明快哦，马上挹注哈所有的这些农民的肥料问题哦。我想那个时候我对你印象相当深刻了哈，那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跟你说谢谢哈。那再来呢，也就是说呢哈，我想今天你之所以能够担任驻日代表哦，我相信呢，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对你是有很大的依赖，因为呢他在。上任以来呢，我相信他对于美国跟日本，有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希望，透过你的关系能够增进这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以我相信你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哦。那所以呢，我要请问了，也就是说呢，在这一次，可以说是第一届的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的这个会议，事实上这个会议呢应该是在7月31号就要举办的，是我们台湾因为准备不及，所以提出延后到10月31号才来举办这样的会议哦。那我想开幕的时候啊，我们邱毅仁会长是参加了哦，但是呢我看到实际会议的时候他大概就没有参加了哈。那实际会议的时候我不晓得当时啊，无论是侯次长或是次长应该没去嘛哈，你没去嘛哈，是我们李大伟部长去是不是？没有，都没去。就是、那我们驻日大使在现场吗？是，我就带这个邱会长现场，嗯，然后我就离开，你就离开，嗯，对。那剩下的是谁在现场？就是蔡明瑶秘书长吗？是吗？啊，请蔡秘书长。好，来，蔡秘书长。是，我想哈，开幕或是闭幕啊，那都是过程了哈。但是呢，会议当中啊。我们怎么如何代表台湾的渔民，台湾2300万人，主张我们的食品安全，主张我们的经济海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如果呢，你只是在现场把你的诉求谈了，但是是没结论的，那这个会议啊，可以干脆说不要开了。所以不要大费周章，浪费这么多人民的公帑，跑到日本去，然后说是要开这个对话，对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和平，而且彼此地位相当的这样一个对话机制。你知道我们多期待这个10月31号的这个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吗？你知道我们多期待吗？我们大概有好几个希望透过这个对话能够解决的问题。你知道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吗？报告委员，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好，这一次的会议并没有谈到食品安全或者是开放日本食品的进口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会议中除了说渔业的问题之外，我们也谈到海上搜救的合作或者是海洋科技调查的合作的问题。那么在我是担任团长，因为事务的阶层呢彼此都是相对等的。我们邱会长呢也有在现场，那么他有时候有事情他就另外出去，那他给我们很多的指导这一点呢说我要先说明。所以整个会议都是你在现场嘛，对不对？是，我在现场，因为我是台方的团长，日方是跟我层级一样的好。然后呢，这个在谈到渔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渔业署的长官来主谈，那我是做主席的这个功能共同主席的其中的一位。好，那你既然是那如果说是海巡署的问题的话，就由海巡署来主谈。那么。科技合作的话，就我们请科技部的长官呢来主谈。那我还是一样做一个
台湾的共同主席，那希望说这个会谈呢能够获得成功。那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10月31号的这个会谈呢能够达到国人都能够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让渔民这个去那边捕鱼。那总统呢在10月6号答复读卖新闻专访的时候也公开的讲，台湾跟日本的立场呢是不同的是不同的。那么呢身为总统，他所最关心的就是渔民的这个权利，就是在那边捕鱼的权利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好，秘书长，我想你要出门之前总统已经在跟你叮咛了，那我想讲的目标你达成了吗？目标虽然说没有达到，但是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个谈判，就是还没有结束这个谈判。我们呢因为双方的距离太远了，那么这一次呢双方沟通之后，我们决定成立一个渔业的工作小组，也就是一个专案小组希望呢明年的三月渔汛来之前呢能够有一个结果太远了，然后又要到明年三月。秘书长，这是一个事实哈。你不晓得渔民天天都要出海捕鱼吗？天天都要生活的，天天都要生存的呢。我知道。你们可以这样行政的程序这么样的漫长吗？对，但是这个不是说我说了算。好，秘书长，这个是双方两国的问题，两国之间的问题。好，我先要确认你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你去谈判的时候，你对于冲之鸟到底是礁还是岛？你基本上你的定位你的定位如果明确的话，你的讲话谈判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我们呢今天早上已经答复了，现在的焦点呢不是说是礁还是岛的问题，我们的主张呢一向都是那里是公海，那里是公海，我们的渔民有权利去那边捕鱼这是我们的立场，这一点呢我们都没有退让。好，那我们已经在今年的4月份东胜级16号已经马上面临到，也就是扣船掳人，而且还要拿赎金600万的这个日元去交换人，而且我们的人呢，我们东胜级16号的船东啊，让人家用铁链链着，就好像狗一样。他讲到这里，我们船东都流泪了，真的连台湾的人权跟尊严都没有。所以你非常清楚嘛，他们是经过渔业署认同在200海里之内去捕鱼的，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误差在哪里？也就是礁跟岛本身12海里跟200海里的差距，这差距多大耶？所以你现在认为说，如果我们的渔民是可以自由安全的去那边捕鱼，你现在可以确认这样吗？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保证。那你去什么台日对话？所以说，因为双方有距离，所以说要对话，要希望能够解决。你说的距离是心理的距离，还是真的是这个本身的两边的自己的距离嘞？这个就是说，对方是路程的距离嘞，日方是主张200海里的经济海域，我们的主张是那个是公海这个差距很大。对，那所以你这次去谈判是失败的嘛，对不对？并没有失败，我们留下。为什么没有失败？因为这一次没有达成，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小组希望努力。你第一次都没有办法达成，你会期待第二次有办法吗？你们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并没有退让，我们退让在哪里呢？你们没有退让，那你们今天去连岛跟礁你都没有办法分辨，而且它是非常明确的，它只有9点平方公尺，现在报告委员，对对，现在我们都很清楚，现在不是是名字叫做岛或礁，对他有没有主张那个200海里呢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很坚定的，那是公海，我们的渔民有权利在那边捕鱼，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一直主张下来的。所以你们这谈判是没有结论的嘛，对不对？不是没有结论，我们的结论就是说留到下一次专案小组再来谈论，并不是破裂。那你为什么这一次不好好的谈论，要等到下一次呢？而且下一次又是三月以后。报告委员，那这段时间这么长，叫渔民怎么办呢？报告委员，如果说事情有这么好办的话，我讲了他就听了，我讲了就算了，那就好办了这一点，请你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们去呢，只是去虚晃一招，根本就没有任何结论如果说，而且一起释放出很多的利多。包括核灾的食品都要进来，是吗？哦，
报告委员，我刚才已经跟您说明了，我们没有谈论到食品问题。过度的亲日，过度的亲日，所以你们去人家没有对等的报告、哦、来跟你报告委员相对的谈判。我是中华民国，我是台湾人，我们要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我们要的就是台湾人的利益，这一点我跟您保证。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执政党对这个部分有任何的作为。其实在东胜节16号发生的时候，渔业署、海巡署都还派出船舰来护船。那委员，我跟您报告，护船是一时的，是展示我们政府护渔的决心，但是不是长期的，不是长期的，不是永久的，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好，那秘书长，我们也期待了，如果说你下一次谈判你是有把握的吗？哎，这个事情我们要看啊，这个双方是不是能够达成妥协，看对方能不能够退让。那是不是又是虚晃一招，拿一个幌子说啊，期待明年三月我们还会再去、啊、那你这些渔民是这样被你一直糊弄吗？不是糊弄渔民，怎么交代呢？不是糊弄渔民，这就是说我们的主张是公海，对方是主张是 EEG， 是他的经济专属海域，所以这一点是有认知上的差距。那里不是我们的领土啊！再三跟您强调，我们要的是渔民到那边去捕鱼，我们就是这个要求而已。哎，我请问主席，今天不是10+2吗？有那么快吗？非本会委员是8+2。哦，是哦。我已经给你超过2分钟了、哦、真的吗？好，好，那是不是我请大使一下好不好？大使，好。张委员好。大使，我想你派到日本去，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重责大任了哈、嗯。那我想你长期在那边哈，应该会有跟他们很多的接触了哈、嗯。那我想刚刚蔡秘书长所讲的，也就是说呢，哦，可能这个时空的距离的各方面的距离的，包括哦友情呐、啊、哈各方面的距离。哦、那可能谈判有困难呐、啊，好、哦，谈判有困难呐、啊、哈、哦。但是呢，我们啊，今天呢、啊，特别请这重量级的到日本去啊，一定有你的使命了哈、哦。至于就是说如何保障我们的哦这个渔民本身的哦这个渔业权利的哈、哦，甚至的哈、哦，刚刚说什么不讲国家主权，这本来就是我们要伸张的啦。哦，那甚至呢，我想日本核灾食品最好不要进来，因为一旦呐、啊。如果不要进来，就完全没有任何疑虑，也不用担心有致癌呀、啊，或是有急性的掉头发，或是肾脏什么各方面器官受到危险哦。我觉得哈、啊，如果好的话，他们就留在他们日本岛内自己享用就好了。为什么要这样外销到其他国家来？不要给台湾制造更多的问题，因为一个含有瘦肉精美猪要进来啊。我想刚好川普也当选了，他也否认这个 TPP 了，可能这个问题呢暂时还没那么紧张了，但是呢日本核灾食品啊、哦、那天陈吉仲告诉我他举双手啊、哦、保证是安全的，我就不晓得他怎么保证，但是我看他举了双手我就觉得你是向日本投降，对不对？要不然我怎么举双手呢、哦、所以我想我们谢大使、哦、我想你还是有很重大的使命，然后我们还是特别希望站在所有台湾2300万人的这个食品安全，一定要捍卫。这是我们的立场啊、哦！而且以前我的亲戚也在这里，我太太、我的子孙也都在台湾。对、哦，那不要说是日本检查安全的，我们就照单全收。哎，我们是买方，哎，买方是出钱的比较大耶。对，张委员讲的一次有道理，对对，但是。如果我们 WTO 都不要参加、哦、我们也保护主义，其实这个问题都没有，他也不要来，我们也不去。但现在我们要去，我们可以要他别的东西啊、不是我们不一定要核灾食品啊，不是以前 WTO 也不是现在才签的、啊。不是我们的东西也都要去啊，所以也要同一标准，就是说，有根据，我们就可以不要他进来嘛。啊，如果我们拿不出，我们知道说分段，这其他所有的国家都这样。他可以进口他们很多其他的东西，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品质也非常好。全世界54个国家有但是不要一定是核灾食品嘛。当然了、啊哦，这个好不好？谁要冒这个险呢？如果将心比心嘛，那就是一样，不要冒这个险嘛。好，谢谢，好不好？谢谢张委员，好，谢谢，张代表，市长。接下来请廖国栋。廖国栋，廖国栋委员不在，请蔡益瑜，蔡益瑜，蔡益瑜委员不在，
请许益仁、许益仁、许益仁委员不在，请许永明、许永明、许永明委员不在，请王惠美、王惠美、王惠美、王惠美委员不在，请何新纯、何新纯、何新纯委员不在，请萧美琴、萧美琴、萧美琴、萧美琴委员不在，请郑运鹏、郑运鹏、郑运鹏委员不在，请黄伟哲、黄伟哲、黄伟哲委员不在，请吴志阳、吴志阳、吴志阳委员不在，请李坤泽、李坤泽、李坤泽委员不在，请姚文智、姚文智、姚文智委员不在，请叶怡金、叶怡金、叶怡金委员不在，请罗明才、罗明才、罗明才委员不在，请李燕秀、李燕秀、李燕秀委员不在，请邱志伟、邱志伟、邱志伟委员不在。本次议程已经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之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次会议由委员吴志阳、徐增慧、李燕秀委员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要补充资料的，请于各单位在两个礼拜以内提供。散会。现在就不必了。